和人一样，有着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只是人和动物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人会隐藏自己的感情，动物则不会隐藏自己的感情。然而就有一只猫咪堪称动物界的表情大师，这只猫咪叫做麦咪。它的主人上传了一些关于它的生活日常，结果收到的评论全都是，哇，这只猫咪看起来很难过呀。其实这只猫咪并不悲伤，实际上人家过得幸福得很，麦咪过得很好，只是它天生的表情就是这样一副满面愁容的样子。别看它一副委屈的表情，其实它是一个粘人精，对人特别亲近。根据主人说，麦咪有个悲惨的过去，它从小就被遗弃在路边的垃圾堆里，被收养后性格并不友好，只是静静地躲在角落。这时主人家里的另外一只猫咪莫提主动向麦咪示好，和它一起玩耍，主动照顾它，这才让麦咪逐渐开朗起来。虽然麦咪天生有着一张委屈的表情，但是生命中还是充满了幸福。